我是胡子啊，各位，我们今天呢要来挑战奇怪的拼图啦。不过呢，这一次的挑战啊，不是从观众的留言里面挑选出来的，而是范妮帮我找的。耶、yeah ！那老实说，我现在也不知道他找了什么东西给我，所以范妮，我们今天要玩什么拼图？完成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啊！不可能啊啊！不可能任务？你在跟我说话吗 ？Hello？ 看起来很不可能，是吗？这个是怎样？他、啊、这个不是已经拼好了吗？没有，他是要把旁边那个小方块放到右边的大方块。啊？你说要把这一个方块放到这里面来？对。没得放啊！它里面不是已经塞满了吗？还可以吧？真的假的？哦，好像真的有缝哎！快来看一下。虽然说它乍看之下好像中间这个是已经完成拼图，但其实。它中间是有一点点缝的，所以我要把它这样子勾勾勾勾，然后最后把这一块放进去。对。哦，好有趣哦，这个拼图。啊，这个拼图它有难度吗？它好像等级八。等级八？哈？等级八而已哦。哦，各位，我们上次那个等级八的拼图只用了不到半小时，所以我觉得这一次我们应该也是可以轻易完成的吧？目标时间是半小时内完成。半小时 ，OK， 我觉得半小时应该有机会。好，我们直接开始挑战，不要太多废话，好不好？OK， 来准备就绪，我们就准备开始吧。来，三二一，开始。首先呢，它已经维持一个正方形了，所以我觉得我们先把它拿出来，不要把它弄乱。已经弄乱。哎、欸，我已经把它弄乱了。那总之，我觉得像这种这么大的形状，应该是在边边的，因为你看这么大。哎、欸，等一下，它这两个是一样长哎、欸。然后放进去了之后。这边都有一点点空隙耶，我觉得好不安哦。好，这样子放的话，它另外这个是可以这样子放进去的，所以我猜这个应该是就是跟这个一组的。但是这个要怎么放进去？因为这个它是正方形的，所以我必须要制作出一个正方形的空间啊。我看到了，这种有没有？它的边长是完全一样长的，有没有？它这里就感觉非常完美啊。但是我们又好像只有看到这两个边长是一样的，然后。这样子放的话，哎哎、欸欸，好像进得去耶，真的假的？我搞不好快要解完了。哎、欸，啊！耶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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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真的假的？真的假的？2分49秒，太简单了，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太简单了。看起来我是不是可以去考门萨了？这我觉得我的。几何的智力好像有点高哦，最近蔡家都约我去考门赛，我觉得去考也可以去考考看。只是差分级有点问题哦，是吗？那既然我们两分钟就把它搞定了，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有没有其他的组合，我们就试试看，好不好？拼回原本的了啦。哎、欸，我拼回原本的嘞。我们在这边研究了大概10分钟。好像没有其他的解法，至少我自己是测不出来了。所以刚刚看到那个包装里面有一张小小的纸条，我猜应该是说明书还是解答之类的。看一下它有没有别的解法。好像真的只有一种解法哎！哇，结果一个8级的拼图居然被我3分钟就破完了。你选的这个太简单了哦。我以为会很好玩。太简单了，对我来说，哎，看起来你还准备？啊，你还准备？啊，真的吗？你还要准备一个原地挑战，这个跟刚刚的不是一样的东西啊？对，我要把钱币通通塞进去，刚刚多出来这个。对 ，OK， 好，我们来看一下，哎、欸，它里面是真的一角吗？来，各位观众看一下，它里面给的是真的一角吗？对不起，我没有用过美金，我不知道一角是长什么样子。一角好像不是长这样。真的吗？很类似，它的难度多少？8，完蛋！我觉得以后8以下的就不用找给我了，我都是瞬间半小时之内就把它搞定。OK， 首先呢，当然就是要把这个付出来了。那我先看一下，如果是这样子老老实实的排进去，发生什么事？搞不好就这样子解开了。这样子这个也太废了。没有没有，这边卡住了，没有，这里多出了一点空间了。所以剩下的这个空间应该是不够的，最后这个差了一点点进不去，有没有把它硬卡进去啊？不行啊！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差了一点点，然后这个空间是在这里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先换一个角度，我们把它从旁边这样子排看看。哎，我觉得今天的这个拼图都很适合小朋友玩。还是这个分级其实是对于小朋友来说？啊，不
不会吧？我得承认，在做这种块数比较少的拼图的时候，运气真的会占一点比例。但是如果是那种有迹可循，像那个刚刚那个正方形，就是一定要有一个图形会跟它那个边长一样的那种逻辑的话，它就会大幅降低难度。但是这个就全部都是圆啊。哦，它难的点就是它每一块都长一样。对。而且你这样会忘记排过什么样的。啊，真的真的，但是我这个逻辑应该没有错啊，从外面这样子进来，这样子浪费掉的空间是最少啊。这边能不能再一个？哎、欸，这里不是吗？我没有看过这种，真的好像星星哦。对啊，我这。哇，我们已经过了五分钟啦！哦，这边又差更少了，你看，就是一点点。我觉得这比较像鲁班锁的那种感觉。哎、欸，对，有点比较像鲁班锁。你好运输哦，我还帮你配音呢。哎呀，今天的工钱又只有这么一点吗？要怎么回去跟家人交代？完全就是这个情境。哇，胡子卡关了。这不算卡关吧？这通道只有一关啊。对耶。卡关一般指的是那种一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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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过下去，然后忽然这个地方卡住，但是这个从头到尾只有一关，然后就卡在那边呢。快气死了吗？对啊，好气哦！算是在我解题的时间里面。对耶。这真的办得到吗？还是等下那个说明书上面就是说，这本来就不可能办到，你被骗了。然后底下就有一个栏，让你记录你总共被浪费了多少时间这样子。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个是会是我整理的。有没有想过你现在其实被整了？真的吗？其实是我做的拼图。真的吗？我几乎要相信了耶。如果是的话，你就很开心耶，你就不用拼了。对啊，我就哇，你好棒哦，我们就回家了。不行。所以这是吗？这是你整拥有的吗？拜托，拜托，拜托，这是。不是。快突破一个小时了啦！哎呦喂啊，解一个八级的，解了一个小时啊！你在冲啥？啊！宇宙天体是我力量！啊！这是看呐，就是差那么一咪咪嘞，会不会这样抖一抖它进去啊？会越来越乱。会吗？就是差了一点点，然后我手已经推到没有办法推啦，我就想说抖一抖，看它会不会有。什么空隙出来啊？出来啊？出来啊？哎、欸！哎、欸！耶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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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耶！哈哈哈！哎，姐姐！我来了！我来了！啊哈哈！过了一个小时。哦天哪，这个奇怪，我一开始就是朝这个路线前进啊，然后这五颗在中间斗一斗斗一斗，发现不行，才开始朝其他地方前进的，所以我一开始的想法就是对的。哎，你不要再让敲了，人家要跳起来。对，这个超容易弹起来的，可恶，气死啊！总之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开箱的这种比较特别的拼图，不是要把它一块一块的拼起来，而是要把特定的图形把它塞满。我觉得这种拼图偶尔玩一玩，感觉也是蛮不错的，就是激荡一下你的大脑，让你对于这个空间的组合有了全新的认识。对，好了，那今天的影片也差不多就这样啦。那依照惯例我们这种拼图呢，玩完之后我自己应该是知道解法，就不会再玩一次了。所以呢，我们就把抽奖送出去给大家。那抽奖的方法也非常简单哦，看完这支影片了之后，只要
订阅我的频道，按赞这支影片，然后在公开平台分享。接着在底下留言的时候呢，加上 hashtag， 就是这么刚好啊，就可以有机会获得我们今天这组就是这么刚好的拼图啦。啊，那因为这个拼图哦，它的做工我自己是觉得还蛮精致的，就这样一个木头，我有点不忍心在上面签名破坏它哦。所以呢，有抽到这两个奖品的观众哦，可以到我的粉丝团跟我领奖的时候来再跟我确认要不要我把这个名签在这上面，或是签在其他地方。好啦，那影片的最后呢，就像我之前影片里面讲的，这个拼图这现在已经变成一个系列了，如果你们想要看更多这种奇奇怪怪的拼图的开箱呢，你们就订阅订起来，留言留起来，按赞按起来，分享起来啊！如果这支影片的按赞数有突破10000的话呢，我们下个月哦就再来找一款奇怪的拼图来开箱测试给大家看。好啦，那以上就是今天影片啦，如果喜欢的话一定要订阅、赞、分享、留言。想要看更多影片的话呢，可以点我们这些光。那如果你想看我其他游戏类型或是生活类型的影片，记得要去我的胡子 Life 胡子 Games 看一下哦。好啦，那就这样啦，我是胡子，我们下次再见，拜拜。